宝贝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王总的睡前故事。小雷，可是我没带球衣啊。没有。你马上就作为主力上场了，老板。我没有我，没有他在。我给他加油，我让梁晓彤主力梁晓彤去。你不是这篮球队主力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加油的。你看我跟拉拉队一块来跳舞了，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。老板，这第一集奠定了你的基调。所有只要他看的全是高速，全是带音乐的。哇哦，好帅哦！老板，你给妹妹拍黑图是这个场景拍的吧？我在那儿加油加了三个小时。真的好酷！哎呀，对呀你。加油加持不走心了，在旁边。